钓鱼软糖果冻，来，你先上来了，第一期来了，哇，哇，真的好好玩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窝，欢迎来到小柴玩具屋。之前呢，小窝有很多小朋友们给我们留言，希望我们多拍一点食玩的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买来了新的日本的食玩，是什么呢？我们觉得一定会很好吃的一种。噔噔噔，就是这个钓鱼软糖果冻。对，很特别的一种食玩哦。而且它们是两个不同口味的。对，每一个里面呢都有两种口味。像我这个是葡萄和菠萝的，我这个也有菠萝，是菠萝和汽水。汽水这个口味应该很神奇，对，很特别吧。我们今天来看看哪一包更好吃。对，我们都来做一下。那我们先开始做这一包吧。对，我们从这个开始好了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开。好啦，我们的食材都已经在这里了，我们看一下都有什么。这边呢一共有四包粉末，这两边呢是葡萄和菠萝味的，等一下我们要放进去粉包。对，这边呢是一个绿色的粉包，这一个是个粉色的，等一下我们就知道它怎么用的了。然后这里呢就是两个杯子，还有一个小量杯。对，就是用来装水的量杯。对，很小的一个装水的量杯。对，还有我们的叉子，还有一根吸管。对，这根吸管很神奇哦，它是可以用来钓鱼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第一步呢，我们先用到这个绿色的粉末，我们先要把水加到这个圆形的这个容器里，而且要加到刻度线的位置哦。我们有一个刻度线。对，我把水加进去，可以了，刚刚好。对，然后我们把这包绿色的粉末倒进去。哇，我们同时来搅拌一下。很快我们这一点圆形的容器里面就变成绿色的啦。哇，好香哦，很清新的那种味道，很像青苹果。我觉得闻一下，真的很像青苹果一样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正方形的这包粉色的粉末倒到这个花形的容器，我们先倒进来，也是那种白色的。好，然后琪琪呢准备一两杯的水，一小杯哦。对，哇，这个非常香甜，很像草莓味的。来，你倒进，对，一小杯两杯的水，然后我们把它放进来。哇，粉色的。 哇好香哦。哇，这个你看它是起泡的，你发现了吗？很像我们的那个搅搅拌拌糖。哇，接下来呢，好有食欲哦。我们还有一根吸管，是可以转动的这种吸管。然后我们呢要把它这样给它插进来。就这样立在这里吗？对，这样立在这里，能立住吗？立不住的。那就先放在旁边。那我们先来试一包粉末吧。对，这个是菠萝口味的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把这包菠萝的粉末倒进我们的这个吸管的上面。那我定住喽，你要倒喽，快来开始钓鱼喽，快快快，来吧！啊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！哇，真的是很神奇了，快，你看，哇，全都钓起来了，快！放到我们的盘子上，这就是钓鱼果冻啊，很 Q 弹，而且上面还有这种五彩斑斓那种糖果，你看到了吗？对，太好玩了吧！我也想钓一个啊，出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再钓一个葡萄口味的好了。好，来，你拿着，来，我来给你撒一个。我也想钓一次鱼。对，我们试试拿这个，琪琪拿定了这个，多倒一点吧。多来一点，来，你可以上来了，提起来了，哇哇，真的好好玩啊！这个很成功啊，这个形状特别好，很长的一条，我们把它再放好。哇，这个很漂亮，好，哇，特别浓的这个葡萄的味道，哇，很漂亮哎，真的太漂亮了。那我们试一个双色的吧。好啊，黄色和粉色。做一个大的。要怎么，就先倒紫的在左边，然后倒到很多，都倒进去好了。
不过咱们可以做个四色的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来啊！往那边一点，往那边一点。哇哇哇！没了没了吗？还有吗？啊啊！没了没有了。啊，有点少，看来没了是吗？可以，我们一会做一个几个颜色的吧，三色的留着。做一个三色的，那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比较小的双色的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做一个三色或者四色的试一下，多倒一点粉末，它就会变得更大，对，变得更大更长。嗯，哦，好了，好，哇，我们现在是葡萄和菠萝味的，已经尝试了。那我们这里的这个泡沫呢，是用来干嘛的呢？它其实是拿着我们的钓鱼果冻蘸着这个泡沫吃的。哦，对，哇，我现在还舍不得吃。对，我们先把其他果冻做好了再吃。来，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做另外一包菠萝和汽水味的。对，我们打开做另外一包喽。我们第二包的食玩呢，已经打开了，并且已经把前半部分做好了。来吧，我们现在试一下汽水味的。汽水味道的，我们要钓鱼咯。来吧，会是什么样的颜色呢？来吧，琪琪。蓝色的吗？啊，哇，啊，再来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快。嗯，对对，抖一抖，抖一抖吧。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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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。哇，哇，这是一个蓝色的汽水味道，是什么味道？其实我很好奇。超可爱的。对，哇，好喜欢这个蓝哦。我们把它可以，好，可以了。我们另外一包也是菠萝的，所以我们直接做个三色的。我们来试一下黄色、粉色和蓝色，对，是不是可以混在一起呢？我们做了一个三色的哟。哇，这个还是挺可爱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的粉末有限，所以只能做一个小的了。粉色、黄色和蓝色，但还是非常漂亮的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品尝时间。我们来挑一个吧，挑一个是哪个呢？我们都挑双色的吃吧。好啊，我们挑双色的、三色的吧。好，那我挑这个吃了。那我们这个泡沫本身也很好吃，蘸一下这个泡沫。哇，我蘸一下这个黄的先。干嘛？因为有一点点酸哦。好好吃啊。很特别的一种果冻。又像软糖又像果冻。对，我这是葡萄和菠萝，味道很浓郁哦。哦，我的是葡萄菠萝汽水，而且这个泡沫也是有味道的。是吗？很酸的泡沫。泡沫比较酸，其实糖没有那么的酸。好，那我们回去慢慢吃。接下来我们再选两条小朋友的留言吧，开始读留言咯。第一条呢，是来自今日头条的一位小朋友，他叫初音瑞南，他说感觉好好玩，我也要下载一个。哦，他说的是我们汤姆猫跑酷的游戏。对，谢谢你啊、那次我输得很惨的游戏。而且他还建议我们玩王者荣耀。哇塞，那个我还没玩过。我也是，谢谢小朋友的建议。谢谢你哦。我这边呢有一个微信上的小朋友，他叫快乐如云，他经常给我们留言，他说可以再玩一次叶罗丽吗？什么时候可以再玩叶罗丽娃娃呢？我们很快、很喜欢叶罗丽，对，很快就会再玩一个新的。对，我们准备再买一个新的叶罗丽娃娃拍给大家看咯。今天的钓鱼软糖果冻你们还喜欢吗？对，小朋友们喜欢哪一种口味的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，我们就会从订阅我们并且在这条视频下面留言的小朋友中抽取一位，送出你想要的那一个食玩。对，多多留言吧。而且小朋友们可以在留言中告诉我们你是来自哪里，或者你叫什么名字，你在哪个学校，我们就会在视频中读你们的留言哦。希望你们可以在小柴玩具屋结识更多的小伙伴。对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